家，请问在台上的这位是？请问这位是？在台上最帅的是云哥，对不对？最帅的是一龙，对不对？很喜欢他。嗯，超喜欢的。喜欢他什么？啊，他很漂亮，他很宠粉。他很宠粉，他很漂亮。对呀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龙。我是雨哲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参加多利多姿跟传说对决联办的活动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可以跟粉丝见面的活动，我们很兴奋，因为我们很喜欢跟粉丝见面。但是今天天气很差，很冷又下雨，我们超怕没有人来的，我们就变成不同过气的网红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背后有超多多利多姿，很深，满满都是哎、欸。翻译机啊，我那年代的啊。知道哦，好，那我今天来进行采访。我现在我自己个人私心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，就是呢，这一次你应该知道的是多利多姿跟传说对决的活动，对吧？那你最喜欢吃多利多姿什么口味？有没有打开？有，现在才要打开，来。我喜欢吃黄金 cheese 口味，黄金 cheese 口味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口味。那宇泽呢？宇泽喜欢吃什么口味？我喜欢吃酷辣款的。你喜欢吃酷辣款？那新品爆蒜酷辣，等下自己去买啊。对，宇泽没有特权，跟大家一样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宇泽，我们一楼就战斗位置，来到我们黄金起司队这边。哦，对，超懂起司这边，你现在随机匹配到是我们刀锋，跟大家说要往下。往上都可以，左右没有用，然后脚不能离开地球表面。OK， 到底是协力党可以获胜，还是工作人员的反扑呢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要来开始今天第一场，我们多利多姿腕力乘法机传说之力挑战赛。在左手边的是我们的黄金起司，在右手边的是我们的超痛起司。倒数三、二、一 ，Let's go！腕力乘法机传说之力挑战赛的现场，这满满的秘密税都送给你们，说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不能 A 人家的料，你只能留一包。好，啊，剩下要给粉丝，可以吗？这样你也一包，那他们有很多包，可以吗？我们现在给粉丝谋福利的时间，等一下我问问你们送，好，可以吗？答对，但前提要答对哦。手上的这些全部送给他，我们最后走上一人
跟一楼还有影子拍照的话，请到我们的完赛区来进行拍照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。等一下所有挑战完成的朋友都一定要来完赛区进行拍照打卡。喜欢他，超喜欢的。喜欢他什么？他很漂亮，他很宠粉。他很宠粉，他很漂亮。对啊。大家好好读书，好吗？关注你，好好读书。虽然我也没有好好读书。要记得，会失败，那要销毁哦。所以你要叫他签一整盒哦。没有。不是，你一整盒是扑克牌吗？没有，全部带。所以你会把它贴一贴到这边设飞镖吗？不会，有点难给。我这搬走哎、欸。好，可以。两盒巧克力，谢谢。我喜欢。进来一点，不然它会凉掉。好，可以。你让盆满钵满。你今天赚很多多利多汁、欸。今天赚很多糖果。对，又很多糖果。来晚了、啊，还拿那么多吃的、啊。欸、那刚好，他可以吃很久哎、欸。全部的人都在搬我的东西。对，很多人对吧？满满的人。不是我们真的太厉害了，5秒哎、欸，5秒你敢信？Hello， 各位，今天的活动结束，我也回到家了，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大家可以来看我，来陪我玩。因为今天天气真的不是很好，但是还有很多人就是为了来看我，就是风雨无阻的来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其实我知道有这个活动可以跟你们见面的时候，真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。我也很喜欢跟你们见面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跟网络上面的互动是不一样的，是我终于可以看到你们，然后跟你们互动，就是你们喜欢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要讲几次，我每次都在。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被那么多人喜欢，所以我很珍惜，很感谢你们，也非常非常喜欢跟你们互动。然后还有收到很多粉丝送的礼物，大部分都是吃的，其实还蛮可爱的，因为我也蛮喜欢吃的，尤其是巧克力，我喜欢吃巧克力。还有一只草泥马吗？好可爱，这件件颜色，猜猜看这个，哇，这自己画的吗？好漂亮哦。总之谢谢各位粉丝，我很喜欢你们给我的礼物，也很喜欢你们，希望我每次活动都可以看到你们，然后每次活动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人来看我，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。这次活动算是圆满的成功，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子啦，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